下了。若能省下些银子办个粥厂，赈济平民，倒也是积德。那便告诉皇后去做吧。春小手吉祥，凡姐姐呢？在里面呢，在里面。小主，哎，传染了，快吉祥。姐姐，你瞧瞧，春丽的红梅花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肉质超嫩。外头可不快人了，可好火了。皇上您看，臣妾给姐姐摘的红梅花好不好？来一口冰可乐。姐姐了，臣妾就买十七了。别光会说话，可汗吃药的时候可别哭啊。还抱着呢，快叫人插起来。解析。哎，姐姐，你那不是个白瓷瓶吗？用来插红梅，我就喜欢那个颜色，看人心也满满的。我这样为姐姐，姐姐拿什么啥来吃便是吧？还堵上皇上嘴。朕今儿可不是皇上，朕只当是。可什么不夫家子弟，臣妾还是敢的。若这些诗词抄不完，你让姐姐霸道吧。她是我姐姐，我居然不觉得霸道。你李嬷嬷，你顾嬷嬷，正面不写。润润吧。你怎么不让她把话说完呢？你只说便是。我和姐夫在一起，虽然不说话，却好得很。臣妾的额娘还哦，额娘说这是闺房之乐。说小小年纪哪出来的这些文化？若皇后自个儿就安了。自己身体发小，又偏僻，还是姐姐这里地气最。